子猴玩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柚子猴玩具，我是你们的多糖姐姐。今天我们来为米妮换装吧，让我们撕开封条，将米妮贴在卡纸上。我们先为米妮换上这套小雏菊套裙吧，再为她戴上有同款小雏菊的眼镜。我们给米妮换上一个桃红色的蝴蝶结吧，再给她挑一个绿色的包包，换上一双带有蝴蝶结的黄色高跟鞋。噔噔，第一套换装完成啦。现在换第二套裙子了，这一套是绿色的连衣裙，这一套就算不换其他装配，看上去也是很搭的呢。我们开始第三套衣服咯，我们先为米妮换上一个新的包包，再为米妮换上那副黄色的眼镜，接着裙子就是那条红色波点连衣裙，把桃色蝴蝶结换成红色圆点蝴蝶结，最后我们再给米妮一个镜子和一个爱心桃吧。噔噔，完成啦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更喜欢米妮的哪一套衣服呢？感谢收看柚子猴玩具，要记得关注我们哟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